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我们快打完了耶！现在我队友们不晓得在哪里。我们今天既然要升到26等，就先在这附近打一打吧，看能不能升得上去。不然就得越级跑去这边打。二轮心愿集合。二轮吗？嗯。哦。好热哦。对啊，今天好热哦。今天是每天都好热。我刚刚看也好热。嗯？我刚刚看有个。我在飞。我迟到了。到了吗？在那个里面了。Now entering a safe area。哇，就是没有人加我队伍啊！我还没加，我先转不行了。没有人要加我队伍，我要自己前进的。Observing the southern defenses。我们就先去这个。救援莫里山的顶。Now I did 2 tours in Korea, and I know real soldiers don't act like these last man battalion people. They're crowding in and beating people up, no honor at all. You tell them from me that they can't be driving decent citizens from their homes. You got that? Huh? A new agent is joining your team.啊，小旭嘞，自己加进来啊！他已经还在睡觉。Hey,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出发。怎么没有路？啊？先补一下子弹。那副班去哪？莫里山的平民了。出发！当然了。Yeah。Warning. Now leaving the safe area. 我一个人去会不会死掉？前面已经有敌人了，可怕！我没有偷跑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就开始跑了。那屁话，那时候等级上不去是你害的。让你们动作这么慢呢？你们就是往开台，一天就好一点。哪有？一切都是你的错觉。那边，你要偷升级，我就看着你。我死掉了！不要来救我！不要救你！让人都偷跑，活该！快来救我！你在哪 ？No！ 你可以重生。No！ 对啊，我重生了。换回我的技能吧。Yeah, you want this. 为什么你一个人在那边你没有死？因为我厉害啊！哇！
3000多吧，不想。也不想。我也可以啊。快死了耶！你还有手套套？那么痛！我手套套。快死了耶！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好像没有蹭到，觉得好难打哦，在这个位置。哎呦哎呦哎呦，不要！嘿，怎么没有去追这个？我也有2000多哎、欸。这不科学啊！啊，我打三体就要1000呢。这里吗？这里吧。没有那个要怎么进去？想去好了，赶快过来哦！哎呦呦，换一个什么能力好呢？躲在里面，怎么好像进不去的样子？爬进去的吧，不知道。啊，我虽然可以爬。啊，我要进去捡玩绿装。这边我那个。越往前走啊！莫里山的平民，你没看到吗？Another agent has joined your team. 没有。哎，不行哎、啊，这不能进去。哎，我没有标，我有标啊。有。中间还会经过一个蓝色的岛屿。These last man battalion people, they're crowding in and beating people up, no honor at all. You tell them from me that they can't be driving decent citizens from their homes. You got that? Huh? 空敌人保护友军。哎呦！你很痛啊啦！听起来就没有很痛。部队指挥官，对对，他又要说，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就死了。Morning, hostiles
hostile forces approaching. Oh. Uh-oh. 哦，下面我丢了，很蠢。 真的是很飘哎，之前那个比较好用。嗯，跑是跑啊，站住，谢谢。 来了！我都受伤了。双神你好，魄力！ 有，嗨，嗨。不好意思，我得换一下装备，很快就回来。战斗中不能。一直躲在这里被压制，我以为他。 Hostile forces approaching. 还有啊。 Area secured. Hostiles neutralized. 别去子弹吧。哦，我要先换一下技能。 快到了吧，剩下五十几公尺就到任务了。战斗中不能传送。对啊，战斗中不能传送。他这里是没敌人来的战斗。我们好像离敌人太近了，所以他判定我们还没有。 哇！哎，哦！我要换技能了。你要换什么技能？你在哪里呀？对。啊！真的好。 我在一个巷子，然后遇到一些敌人。
Warning. An agent on your team requires aid immediately. 你卡在哪？我在钢铁那边。觉得声音好像有一点。应该是死了。NTT 蛋蛋。拯救平民。Hard to tell which direction that came from. Civilian secure.It was amazing. 哎，你们人嘞？没错啊。其他两位嘞？我们要确保是安全了，我都打完，可能就要领经验喽。为什么新马已经二十？那可能经验比较多一点吧。看到敌人了。狙击枪看起来蛮大把的，应该会不错用。哪一把？我上次 SRS 的。啊，那个射很快的那个。你可以用用看啊。这样子，我要把我原本的卡片枪给它卖掉。还有确保区安全。卖一把枪，而且是猎枪，杀伤力比较比他还高一点。好，又好，我侧面偷打我。这样子，我把我卡宾枪的配件全部都拿掉。哎呀，一颗一个拿之类的吧。好不不要扑过来，走开！没运气，没运气。运气没这个必要。这个状况我要怎么丢？年弹才会比较放松，比较多人。看我主要就是小地雷比较有用。四处喷烟，因为我都没发现，因为我身上还有一把，AK47是紫色的。这么好，紫色的。紫色 AK47 24本的。
不是伤害感觉好像比他还小，是因为有机会这样配件过吗？还是怎样？算了，管他那么多。我打，我打，大陆漂移啊，这家伙。那我先去，我先去检查其他的新动基地有没有新的货好了，不然这样子如果买了其他有好货，这样子不划算。你不先过来打任务吗？好吧，好吧，我过来帮忙啊。我25了，我还没。我还没，你25了，我根本还没啊，我根本没有练的、啊，怎么会25了？有啊，你之前有偷打副本，还打那个之前的我，有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有打？没有啊，你放生我们自己跑去打。哦对。是这样吗？对啊，你超坏的，自我任务都不做完全的。我在捡东西，我知道你会去拯救他们。我想捡砖，你快帮我！为什么会转移到暗区？哇，这个啊！哦，升25等，所以转移到暗区。这样可以多分配一个新的天赋哎。啊，装什么好呢？后期有安全室吗？那个二轮戏院里面有没有卖枪啊？二轮戏院好像是卖枪的，有吧？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好枪。每一个不是都有吗？没有，他看那个，看有什么而已。再一等，我们就可以去打了。Retrieving encrypted message. After I got activated, I got intel that a few of the first wave division agents had been working together in Lower Manhattan.But no one's heard from any of them for a while. They are some of the few we have actual IDs for. We need to track them down and see if they're still alive. And if they're not, we owe it to them to find out why. I'm uploading their last known location. 你要卖什么好枪？赶快卖给我。找贵族小队，找人任务最麻烦了。你好了吗？又是这把枪。不要等装了啦，走了啦。No.等一下，那一并整就好啦。左撇前几杆有卖那个吗？卖枪吗？爸爸好多东西都有。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